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，来安慰你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吴经理。有件事想要麻烦你，你去帮我查一个人，他的身世背景。哥，你去参加丧礼了。 哥，你有没有听说？什么？世君哥的事，你没听说吗？他受伤了，因为伤到右眼，所以右眼可能会瞎掉。你说什么？他好像跟人家打架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你见过他了吗？你一整天都到哪里去了？我都找不到你。 刚才不是来过了，怎么又来了？你看起来好多嘞！哎，要不要看看？是礼物！哇，我是独眼船长！哦，笑嘞！我成功的逗你笑了。我为了逗你笑啊，绞尽了脑汁。哎，独眼船长！<笑>你尽管取笑我吧。 我又不是在取笑你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嗯。哎，打起精神来嘛。好，我会的。谢了。世君哥，我跟你说，我好希望我是你难过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。也许你听了会不太高兴。不过像你这样受了伤，我能天天来看你。 对不起，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一件事？我想知道李世军患者的情形如何？手术结果出来了吗？你是他的家属吗？他的眼睛是不是永远看不到了？等白天的时候，你自己去问主治医生，我没有办法随便告诉你。
伯母，我明天再来。我爸说明天也会过来看他。不用这么麻烦，这样我会不好意思的。伯母，您别太担心了，以后我每天都会过来看他，您就别太难过了。玲玲，谢谢你啊，路上小心。好。